暗差获得新能力。我没调好，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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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哭了都，等我一下哦。啊，没设定好啊，笑死！找一个深爱的。哎呀，我变成三开了，等我一下哦。内容直播啊，没弄好，没弄好，抱歉抱歉，不公开，不存。跑喽，跑喽。早安呐、啊，蹦蹦安安，望月安安，样样安安，青蛙安安。哎，我不是因为除了刚睡醒啊啊，不是因为那个要解螃蟹叫先祖才开台啊。啊，解任务什么的，11点后啊。是我昨天关台后，大概1点嘛，就想睡了。欸，有声音吗？喂喂喂喂，有声音吗？啊，有好，然后。我就讲完晚安了嘛，然后 我1点讲晚安，结果隔天下午1点，我醒到下午1点，我还醒着，哎，好恐怖哦！我还想说 啊，不然开台好了，啊，但是状况又想说应该是会睡着吧，结果醒着醒着，我好像2点半才睡着，我想说不然干脆就。就下午4点接着开台，然后跑光一好。昼夜昏沉安安，利恩安安，奶茶安安，安妮在吗？快点哦！如果你打安安，我就用你想听的声音跟你讲话。哎呦！来，安安，安迪安安，够了吧？这个是相处大概40年后的男友音，安迪安安。我还第一步给留言，你又要打屁股了是不是？ZAI0725 安安，你好，你好，好啦，安妮安安，不行，那个要刚睡醒，安妮安哎呀，啊，待会来久违的宝可梦好了，我们来继续刷屠龙笔。哎、欸，所以冷蛙现在有确定白痴，我也不知道确定什么、欸。我看到好多什么建议适合打法，跟适合宝可梦，一看到有6只、7只了。所以我才想说，不然我们就等8点过后，等攻略出了，我们再来开台。反正我们可以开台，然后。自摸看看啊，看到一有攻略，马上去练一只起来。他的技能太广了，对啊，我知道啊，打击面有够多的
而且那时候我在跟安妮在研究说，我们看一下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我就随便去砸加贺人物啊，反正就已经有第九世代的配招一大堆的了。在想说大家都推甲贺人王，想说毒系甲贺的忍者应该没真的那么好猜吧？开场直接剑舞，不是那时候在猜开场直接替身吗？可是太金替身，太金好像不能替身，不是吗？开场剑舞太狠了吧？打垃圾也不行了，那要打什么？那你就乖乖给我再起吧。哎、欸，我不是换过装饰品了吗？啊，怎么还是花盆？哭啊！好，可以打字。长安安，爷爷安安。哎，感谢捷通的三个月。刚来看我跑海胆，哎，没有啦，原本是想说今天任务是螃蟹叫，
他找不到人，我说开台找看看。要转，终于能留言了。哦，你也不能留言是不是？完了，刚睡醒，连数学都不会算。啊，按到行事历了，白痴！小算盘。半夜五点左右要起床，晚安晚安，冬粉蛋安。哎，反正像昨天说的嘛，我们就不要打了，我们直接去生蛋，我们直接开孵蛋台啊，不要去打什么。快结束。纯屁党啊，画画不帮我换。宝可梦不帮我换，帮你存什么档啦？哎，你要读什么？还是点数太多是不是？换丢垃圾桶啊？啊，对呢，我们还有鞋架狼可以玩。终于让你们攒够小起点了，不，中层点数了，可以邪教养了。邪教养那个，那要找一下、欸。啊呜，还是邪教养过年再来玩。反正守岁加班台，不，守岁台没有加班。啊，只有志工台好不好？
全啊，应该说香油前台啊，打赏打赏。一点六万有点少，啊，不然我那个兑换是要多少钱啊？500块，贵耶！哎、欸，让我下去。输了剩2万，哎，再赌啊！再赌啊！送你的话，我想要再。我今天在听一个，我知道吧？因为今天我不是说我一点在睡觉吗？想睡觉，然后睡不着，就是因为我跑去滑抖音啊！我没接任务。我手机有接任务，我 Switch 没接，哎，哭烂。有功格画好才画两个，隔了很久。你知道，本来以为安妮今天会开台，然后我闹钟设九点嘛，然后好像不小心关掉，结果自然醒到9:30跳起，啊，安妮开台是不是错过了？一打开来看，哎、欸。没开、欸，还是已经结束了，然后直接私讯他。你今天有开台吗？说不开不开。姐姐说好的246开台呢？怎么又怠惰了？太累了对不对？这个月改睡觉时间超不适合，平常都睡3小时，平常早3小时啊。红光，红光什么？翻糖蟹红光。服了。哎，我怎么后面还是这个啊？我的盆栽嘞？246那是跟你私下说的齁。哎，哪有，你开台有讲，你开台有说。好啦，没事啦。我想说那246是跟你玩的齁。我想是闹着我玩还是想跟我玩。姐姐怎么变这样了，姐姐。好啦，没有啦。我记得你有开台说，哎、欸、你说后面想改246。那个不是私下说，是你开台说的、欸。你看望月都有讲，你明明有开台说，姐姐，不是我误会你呀、啊，姐姐。不要逼他啦，这样太累了啦。他有固定礼拜四、礼拜六开就不错了，一周开2次没问题。呀、yeah.。不要有压力，好不好？太饿喽！
你们要听姐姐声音吗？我叫她从桌子下起来。哎、欸，姐姐，不要吃东西了，起来。没有啦，我不知道她在干嘛。嗯。我最近在练枪，按我发现全我那些等级很低的枪，全都是用点的、欸，都是单点的那种。哎，我点到我的左手食指痛死了。他有说工作应该就在忙吧？这台是 BGM 吗？他都没跟我讲说他在工作、欸，哎，好扯哦。哎、欸、姐，你在工作室？还是我要换个讲法？哎、欸，洗碗机，你在工作室？竟然叫我去洗盆栽！天哪，这女人！王庆，去洗盘子。我刚好问他今天有没有开台啊？哦，我有问他，他只说不开不开而已啊，叫我开台。没有，他会叫我开台。就可能他要做事情来当笔记人啊，这个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好吗？只是冬天洗盘子真的，我的手很冰哎、欸、哎、欸，我那天最好笑的是，我那天吃烧烤，吃完之后我只是吃一个旷世奇派，吃完之后我就整个很冷，我就把我最厚的外套穿上，然后其他人就看着我说干嘛你很冷哦、喔？我说哎我好冷哦、喔。然后我就抓了我隔壁的男生的手，干弟的手。他说：“哎、欸，怎么那么冰？”然后那个香港来的干妈就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我就抓一下他的手，他就说：“他就说，哎呦，你也太冰了吧？需不需要买毛毯给那个电毯给你？”我说：“不用啦。”他说：“没关系啊。”他说：“买给我，买给我没关系。”只是什么运费要我自己出，我说啊，就是不用哦。买电毯，对啊。可能是星星不飞，要不要上去帮我烧红现在吗？他、啊、不是九点开始吗？所以时间还够吧？因为红石在哪？我看一下、喔。哎、欸，阿嬷家哎、欸，来啊！等一下、喔。我再等一下吧，我这边吃完。我下一个职业练什么比较好？你想要练什么？哎、欸，我觉得就练个医护兵啊！哎、欸，我单刷第一张最困难，我用医护兵单刷过的。我那时候在刷枪。然后刷一刷，我就想说，哎、欸，打到样那个样本了，然后哎、欸，不然送回去看看多少好了。结果送回去才加3哎、欸，我想说哈，这么辛苦，难度那么高，才加3，以后不送了。装无人机。然后我那时候就讲啊，两个那两
一个队伍两台无人机很强欸，可是又怕这样僵尸草没有抗压能力。要玩莱因哈特啊，僵尸草，你是说章节的僵尸草还是僵尸草模式的僵尸草？那只见面就专门来打僵尸草的，分尸就好了。那专武后面再说吧，那个框框看爽而已啊。要先求后等，要先求有再求好。哎，还要跟姐姐玩 B4B 耶。他可能玩完 B4B 之后会觉得玩窝力会比较开心，因为 B4B 没有僵尸草，没有那么大量的僵尸草，还是有僵尸的时间，就是。你只要惊动到僵尸，还是会一窝蜂一直冲过来。他只是那些僵尸草就是以量取胜。啊 ，B 是 B， 你还要完成关卡才拿到卡片。姐姐不是白金啊，什么白金？我陪他没有白金，我跟姐姐贴贴，对吧？哎，来吧，来吧，来吧，我们来烧！哎，碰到了！哎呦喂，哎呦喂，我要吐了，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好黑哦！可能是月亮不会说话。当你觉得孤单啦，干嘛？要干嘛？不够，不用吧？这样子，哦，没事。你搞得我好像新手不会烧一样。哎，这边很恐怖哎，红石敢死队。那怎么你背后也是背花？你是不是背错了？枪手专二，你就要偷笑了。哎，你们不要这样子逼姐姐啊！再说，他就跑去练奎义等级了。二月更新好像该练了，哎，还是我等一下开魔物猎人，等一下想一下我的肌肉肌，反正东粉月雪他们都有玩，那个等级不是人练的，对啊。小妞，你怎么一直带我撞？
啊，又是这个 bug 是不是？哎、欸，不要，又是剪完之后要一直刷新的 bug 哦，我会崩溃哦。我连续敲到，呜，痛痛痛。二月初我，哦对啊，没事，所以他现在要养肝呢。繁星玩吗？玩啊。姐姐找我玩的，目前除了那个。姐姐找我玩，目前除了那个啥《哈利波特》，我其他都有玩。哎，他怎么没出现？哎，我可以。还是我要吃完馒头再回来。有啊，啊你看我画面就没有啊。你看我画面有没有？来啊，跟我讲有啊，我画面就是没有啊。欸、我想玩雨伞诶、欸，纸伞。哦，哎，那有那种油纸的扇子啊，然后油纸的伞，我就喜欢这种东西。不要玩伞，哎呦，好诶、欸，啊，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兴趣喜好都一样，天哪、啊！你给我去换盆子哦！你给我去换火盆哦！别以为你是乞丐都不敢打你。乞丐我也当过乞丐啊，怎样？又回去换哦。对，我就是喜欢凶乞丐。鱼喜安安。啊，这边讲一下哦，就是，台上可能提到谁，那、啊、你就不用特地去跟那个谁说繁星叫你之类的，好不好？这样很打脸某些人，明明没有在看台，他、啊、却硬装作刚刚有在看台什么之类的，然后跑去翻记录档或回放，这样一来。怎样？就是他就是没有看台，他没看台又被揪出来，也很难沟通吧？哎、欸，他还有什么武器啊？我记得他不是试出三把武器而已吗？
昨天赌身高赌回来了，赌来了。哎、欸，他改好亮哦，好不爽哦，我角色可以那么亮？虽然我们是光，啊，只是不太亮了吧？太阳之子，超刃，超刃是什么？太刀闪合弓。好像有大锤啊，可是崛起以后的大锤害我好不想摸锤子。你看世界的锤子，我不是打得很开心吗？我可以当个可爱的锯断匠，一颗萝卜安安，对不对？我可以当开心锯断匠。你就孤独太刀侠了。你十二，等一下我把矮面拿下来来对一下啊！我现在身高是十二啊。你不是很亮吗？当眼。真的、啊，好像是什么月亮不会眨眼，星星不会说谎，让你觉得平淡啦。你好像好久没上线了、欸，没事啦。我的星盘已经少了大概五页可以点，大家都。三坑退坑，我会讲啦。这款游戏能撑到现在的，真的才叫有爱啊！所以之前他们一些干爹会来玩，我就觉得，哇，太强了吧！你们真的有爱来玩吗？这样，我那时候是这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看着他们就是。一群萌新手牵着手在跑图走图的时候，想说过去帮忙，然后被赶走说你走开啦，我们在走，我们在捡金人还是什么的，说可以帮忙啊，不用不用不用，然后是在好像怕在我面前丢脸没有走到一样，我在旁边看。嗯，那只是有时候就是一个游戏玩太过头。就很快就是腻了啊，就游戏寿命会缩短。就比如这款游戏好了，这款游戏如果是500小时，你在第一天已经就跑了24小时，全部跑完了，那你是不是500减24，对不对？你就剩下476小时。那当这个游戏已经体验过差不多，就会觉得说，还能玩什么？上线就是挂火，然后懒得跑图，对不对？就跟感情一样啊，对不对？没有整天在热恋期的啊，一定会有倦怠期或是一些啊。那再来就是看是要度过它，还是要放下它，对吧？这很明显就是我是那种放不下的人。哇哇，我可以讲哎、欸，句句不提人，句句却是人啊。那、啊、这款游戏就是，有爱就会继续抓着他，陪他，然后当时间过了之后，就会继续。我跟直播的画面不一样哎、欸。对不对？而且你们那些养小号的，对不对？
感情中有第三者，两边都放不下的。没有啊，就是这样。你看，你有小号有大号，对不对？怎么讲？可能就是，你老婆有，你老婆老公有双重人格啊，两个都爱。可以啊，没有当时，像昨天怪人不是跟我讲这个吗？我还没那个意思，但他跑来跟我讲说他是刚睡醒，哦，怎么可能刚睡醒知道我在讲什么，而且又刚好拉回放，一定是有人告状嘛。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款他没爱没错，但是他可以至少玩啊，他说他尝试，他有为他尝试很多，啊，我看不到，我不知道啊。对对，付出不要默默的，我也讲过很多次。所以那时候我看你们在玩，都只玩这几个啊。他每次挂通话都说你们在干嘛？没有啊，他在跑，还在陪他。他每次进去聊天内容都是这样子，所以我才说这款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介绍，好玩在哪里。因为太吃重了啊，但是这款又在也这款真的没有到很冷门，这款一堆会师大佬都有在玩，钢琴声音好听，而且对啊，光遇是一个音乐游戏耶，你问那个谁就知道了，月雪，光遇是真正的音乐游戏，给你爱心。他怎么没有出现？哇靠！哇靠！是谁？喵哈欸！感谢喵哈揪团。没啦欸，怎么会揪来我这边？这款游戏没人要看呐、啊。感谢。云心安安。阿喵他是揪 YT 的啦，林峰安安，等下你们想听另外一个声线吗？不声线了，来看一下哦、喔，许云勋安安，林峰安安，畜生，禽兽安安，哎呀，禽兽安安。那我是不是对光遇特别有爱？从回坑到现在已经养了六个号了。你看，你就是想成家立业嘛，对不对？你就是想要个家。你看现在你一家六口了。实现树安安，黄宏杰安安。哇，你看我坚持不是坚持啊，我不想养小号，就是我觉得我们 没办法太一心多用。但那时候其实真的有想要养只无意，然后是给他穿兔子面具跟兔子，我是真的太难了。哎、欸，没有喂、欸，他不给我剪金人哦、喔。Hello。哈喽，没有欸，有没来叫我这？这是没有啊。勾勾里安安，欸，真的没有欸，晚点再陪我来烧好了。我们晚点再来烧一次吧。我没有啊，啊我就没有。欸，你们等我，你们不要传，等我，我传你们看看。月亮不会眨眼，星星不会说话，让你觉得孤单啦、啊。畜生叫你是啦，有那 ID 啦。你知道以前玩 RO， 那时候就是欸，我这情况要怎么办？做这个吗？再陪我跑一次吗？
啊，靠腰。你看，今天如果光遇出了可以攻击龙的系统，木土怎么可能还是我们害怕的地方？木土是所有玩家最爱去的地方了、欸。打龙打龙，走走走走走。啊，缺捕尸啊，负责吼就好。有没有啊？哎、欸，有了有了有了。走走走，3000多啦，牛！我一个魔法技只有300多，没有啊？你平时有没有在跑啊？你魔法技的哇，大佬哎、欸，你中间有断掉吗？哎、欸，我差2根呢、欸！天哪，我这周有没有？有没有忘啊？我这周好像可以12亿了哎、欸，如果没去献祭的话，快点，我们来哎、欸，晚上还没齁，好像礼拜三才知道。不关安，没有，没事没事。好了，有没有人要陪我去找螃蟹？我知道小妞，走吧，小妞走，我带。叔叔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刚下班到家，赶快洗澡吧。你一定淋到了雨吧？哎，无名安安，我看到了。看看当时年纪小小的你们两个，如今都长大了，看着我长大的啊啊啊！好烂，我好老。3000多啦，你有看到2000多颗爱心，这才是重点。蜡烛买得到、欸，爱心买不到。来 ，double， 哎、欸，背起来，背起来。蒂恩来，我带叔叔带你去死。来，叔叔带你死。等一下，你背后的东西怎么变大了？一个人，一走，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花变多，我想要陪你啊！对耶，有记啦哎，科啊，等一下、喔，有记啦哎，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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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在哪。哦，都在这张图哦、喔，一二三，哈哈哈，破音，嗯。300多也好多，我不到10个，我忘了啊，我更忘记季节开始，好不好？我想要，刚在唱歌了，我会记得。不好意思、欸，哎，你都会忘记回任务、欸，哎，我忘记季节蜡烛还好吧？你知道番茄之前给他跑季蜡的时候，他怎么跑的吗？他咻一下，这样帅快那个快速带过，然后那时候我是在他的旁边，结果他角色插到火，但是我没有插到火。我跟他讲说我去淋一下蜡，他说嗯，我都有吃到啊。我说哎、欸，拜托你咻的一下过去，你也不等一下哎、欸，你忘了你有没有接任务？你等一下回去看啊，不然你现在吼螃蟹，你现在吼螃蟹看有没有完成？让你吼，让你吼。你好螃蟹啊，
你会不会叫啊？大叫？有吗？有完成吗？乞丐来吧！哎，乞丐，你打字我点不到你。乞丐，有了有了有了！哎、欸、干，手给我断掉、哦！探险熊锤，我该抽吗？我今天才把我的6000多个女神石。提升公主技的那几只，还有富婆，不该哦。好，你想说怎么其他人那么快就五星了，然后我想说为什么？然后来看他女神石很少，我想说该不会他是只有女神石直接塞上去？门口哦，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怎么可能不知道嘞？只是忘记了而已啦。有爱在抽啊，整个很夸张。我那时候已经飞到这边了，后面那个龙还可以撞过来，我就知道这张图有外挂。整个就很扯。打战对战，手动刀不用抽，战对战哦，我还。战队战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啊？每个月一次嘛。整个就很扯。哎、欸，有没有人今天任务还没解的？来吧，来吧，会传我哟。蒂恩下来，蒂恩下来，哎、欸，萌新萌新，哎、欸，不萌不萌，蒂恩给我滚下来哦！我要去捡红光，可以让我去捡个红光吗？每个月底4天，5天，阿露娜塔嘞，也是每个月初，是不是？哎、欸，样样来六龙，我要看你六。整个就很扯。我可不可以拒绝？不行啊。对你的思念。我一个人走走到头，哎呦喂啊！不是幺幺，如果解完的话，可以让其他人进来。想说是有人可能还没有解完，应该是不可能。等一下，有人好像在坏坏哦，我等一下切个画面看一下。那个坏坏的你很皮哦，坏坏。
啊，脚麻了，脚麻了，脚麻了。今天六星碎片，十二掉好手，有六星碎片。什么叫六星碎片十二吊死？要不要？什么活动啊？啊，你是说？就困难的，你重置了一次，哦，你刷了六次，给了十个哦，哦，我想说什么活动？哎，真的很烦呢。之前活生生看着先祖被螃蟹撞死，哎，笑了都。哈哈哈哈哈！三个白痴，哇，好扯哦！你怎么骂人家白痴？撞到头了哎，会变白痴吗？哎哎哎哎哎哎，小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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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只啦！他知道谁的啊？啊，他卡到洞里面是不是？卡到洞里面啦、啊、哎、欸欸欸、出来移动一下移动一下误会了误会了抱歉小妞哎、要烧要烧日本叫追木记哦整个就很扯嗯
好了，我去木镜阁跑一跑。立恩回任务啊，整个就很扯。看一下哦，一楼、二楼、四楼，小新雅，晚安，晚上好。晚上好呀，好，延安怎么了？嗨 ，Joko， 定格一楼也太多地方可以蹲了吧？叫你小薰就好。好的，小薰雅。好啦，小薰安安。我跟你讲，能蹲的地方，呆鱼都在那边乱蹲；只要有斜斜的地方，呆鱼就爱蹲。下不去，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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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睡哦睡哦睡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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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出去！哎、欸，我好久没蹲这里了哦，啊，开心，我还记得怎么蹲哎、欸。放我出去！被卡在下面了，谁？这个是从欧弟呆鱼那边学来的技巧，好不好？自从我对光遇的玩家某些开始绝望之后，逼得我学会遁地的技巧。哎，我会这么技术变这么强，都是光子们害的。我在前面扒半天，不帮我开门就遁下去，我气死。是他们逼我的啊！人会学坏就是因为人逼的。但是看到人家要开门，我还是会帮忙开。一群逆子，哎、欸，拜托，开个两人门而已，我已经在旁边扒半天了。啊，那个人就直接在我面前往地上蹲，那是什么回事？而且不止一次、欸，哎。对啊，我就说，我跟你讲，就不要真的逼我学怎么，就不要逼，欸，你们来帮忙开门，
你们要来帮忙开门啊。哎，利恩来，你看我还是会帮忙开吧。对，虽然我是叛我叛逆，但是我还是会帮忙开。被笑死！哎，利恩，你跑过了没啊？那你这张图先跑一下吧。你会略过那群人？我不会、欸，我会看情况呢。如果三缺一的话，我可能再待一下下我就走了。我差点就去楼上了。好啦，快啦，等你拿完大辣。你大辣拿完了没？不是你跑完了没？你跑完的话就算了啦，我自己跑。他这个利恩是不会讲话，但乞丐，他怎么上去了？乞丐你怎么上去了？乞丐，你发生什么事了？乞丐，你怎么飞那么高？没人了，换掉了。你跟利恩在上面，哎，看来我才是多余的那一位。哎，三亿。笑死都好了欸，我再坐上去。不是幺幺，你是都没有跑图吗？啊，怎么每次都刚好我开台或我在跑图的时候你刚好出现？这幺幺每次跑图都让我觉得很惊艳。他那时候要从二楼喷到四楼的时候，三楼的时候，三楼喷到四楼的时候，我觉得他为什么是点棒点棒点棒？我刚想说你这样跑不行。那再来就是我们去回忆那个破碎机的破碎机的那个回忆，就他的飞法，我想说你这样飞，你翅膀够高吗？结果果不其然，他掉下来了。啊，没有说不好啦，只是觉得很好笑。
哎呦，这次的这么乖哦，都喷出来了。走呀走呀，哎，怎么没看到月雪睡着了哦？我们的最猛那位新手嘞，醉死。好了，要吃最后蜡烛的传我吧。好像在幽离那边，很小。不知道欸，他想找最后三个金人升到十而已。谁想找金人升十而已？啊，你说月雪吗？找三个最后金人，不是，是他有没有办法啊？就是他那时候看他不是说在梦想季断掉吗？可是当时梦想季的时候。还没有十二亿耶，是破碎季初的时候才有十二亿，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他那是有办法吗？对啊，那时候不是第一个十二亿是在破碎季的时候吗？那时候梦想季也才一个小金而已，然后是破碎季那时候是涌入很多金人。再加上副科也够，梦想季九十可以啦。哦，真的吗？不是欸，他那个号只到梦想季而已欸。好吧。破碎加一加应该有，只是要有副科先组欸，所以就是看他投胎后有没有90啊，还是多少？88。哦，他那只破碎一半哦，欸，那应该有。啊，那我还要投胎吗？哎，投一下好了啦。啊，礼拜六再来投。他说那次出来90，所以破碎没满。哎，那他跟我一样，那他跟我一样欸。我现在出来也是90。哦哦哦。这个小刺猬现在都没上线。都没在送我爱心，记仇，明明人家没欠我什么。哎，好了好了好了，应该要出来92吧？啊，还不给我去用到12亿，给我看。哎，好啦，换游戏换游戏，我们要换什么？宝可梦。哎呦，这还没烧哦，烧一下。
哎，我觉得番茄很可怜。有人知道现在番茄他 DC 被官方锁，对，所以他在 DC 找不到他。他今天就突然敲我的 FB， 他说干嘛敲 FB 不敲 LINE 啊？然后说你联络得到安妮吗？我说怎样，他消失一天了。他说哦，那你帮我传话给他。他说看到什么之后敲他 FB， 他好像真的快哭出来了，因为他处理英文信件那些他处理不了，啊我也没办法，然后他就是很无助，我就帮他传话之后，我就我好像就那时候去睡吧。谈论到喜欢的东西会兴奋到喘不过气的先祖有谁啊？肯定是狐狸面具吧。哎、欸、你好，那他找得回来吗？他哦你十二了哦，嚣张哦，好妖。哎、欸、有哎、欸，什么时候默默的十二了？这根你放的吗？啊，这边视野也不错呢。哎、欸、，OD， 你示范一下，直接蹭上去好不好？你直接帮我蹭到那个哪里？影视山谷，拜托，我想要学。哎，好强哦！不是看人家怎么飞就知道他是怎么飞的，我讲什么？看人家怎么飞就大概知道程度到哪边，哪像我，滑上去都要绕一大圈，不知道在飞什么天啊！不要打字，给我飞！不过我容易失败、欸，没事啊，失败就说，你看人家大佬也是会失败的，但我就平复了我的。小情绪了，我内心就安慰了一下，就这边啊，这边把人家吹下去，吹下去之后就又下去了啊，然后嘞，好失败了，哎、欸，好扯哦，还是人家失败，哎、欸、你。你今天要教会我怎么跑？没有啦，哎，不是，我真的，我私下没事就会跑来这边练一下、欸，哎，可是飞高一点就成功了，没有没有没有，我飞再高，他还是把我冲下去、欸，哎，还是遥感的关系，不是，这不是遥感关系。我跟你讲，我用手机连那个飞行赛道我都滑不出去、欸，你知道吗？我都只能蹭墙壁，然后飞高高，然后是绕外围出去。哎、欸，好，谢谢。我觉得是我的手指问题、欸，因为番茄那时候我就讲啊。我直接在他面前飞滑行赛道往旁边滑，我滑不出去，就他滑一次给我看，他一次出去。我说到底为什么？
啊，现在想要复刻的有这只红蝴蝶结跟宝宝一。宝宝一该出了吧，红蝴蝶结该出了吧，还没复刻过哎、欸。啊，还有那个啦，梦想季的那个红色大外衣、啊，黄色大外衣，还是手感问题？是哎、欸，蝴蝶结有点难，会吗？之前红耳机也说有点难，为什么？为什么会难？宝宝一好像差不多了，可是我就玩的时候刚好是宝宝一出的时候啊，啊红蝴蝶结我根本就还没看到它复刻过，可是那时候红蝴蝶结是复刻过两次啊，黑金刚复刻啊，搞不好有人提早领到压岁钱了啊，对不对？有人先领到压岁钱了嘛？存档。看，这是姐姐，这是我学姐。学姐，哎呦，我真的很白痴哎、欸，这个画面真的很吓人哎、欸，学姐是不是？学姐，这个画面有没有很吓人吧？阿童季节不太会附近复刻，哪有上次？上次那个小王不，重组季就连续两次复刻哎、欸，真的啦！你看，因为姐姐说这些照片没有了，所以我都跟着拍，但我只拍我想要的。姐姐，你看这个，哇，有没有很棒？一开始是拍这个啦，他们就打问号问号，我说怎么是因为太小吗？所以补了这张。哎、欸，我真的是很会拍照哎、欸，人家眼睛怎么可以闭起来啊？哎呀，啊，这张是因为想要录那个他的内衣。哎、欸，然后这张真的是那个嘴巴在笑哎、欸，你这张有拍吗？你是不是这张没拍到啊？就是密勒顿的牙齿，那时候看到那张那个有人画的图之后，哎，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哎、欸，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啊？我不想看到啊，啊这张就是哎哎、欸欸、不是哎、欸。欸、不好意思，哦，这个好像是不好意思的弟弟吧，遇到一只绿色菜头。哎、欸，这真的很扯哎、欸！你看刮风刮雨，哎、欸，应该从这张开始看。我是被他砸到，因为那时候是当天嘛，姐姐要那个啊粉色系的通关，然后就在找，然后就看到好像有一只卡在土里面的，对不对？就跳过去，哎、欸，他没被吹走哎、欸，我还确定，我还没存档哦、喔，我还没看看几眼，还在确定。他飞走了，你是会哭啦。然后我是确定不会飞走了，有没有？其他都飞走，啊，就他不会飞走，所以告诉我们什么？要刷色为胖丁，要趁刮风下雨。然后这只就是天选的剑子。
这个是因为小雪，小雪她还有那他们就是台 V 吧，台 V 有那个道馆赛、道馆条，不是、啊，有那个宝可梦比赛。他那时候想要冰鬼狐，我抓了两只给他。他那时候玩了六小时，一只冰鬼狐都没有。我这只鸡真的也是每个都看正面呐、啊，眼睛很累、欸、啊！直到刷到后面发现说，哎、欸，等一下哦、喔，这只冰鬼狐的白色部分是不是有点绿？后面我抓一只啊，我发现它好像有点绿，我就直接撞过去走了。那、啊、这是什么啊？瑟维纽拉，哎、欸，每次看都觉得好哭哦，哎，难过死，难过死，对不对？姐姐，一起来欣赏帕迪亚的风光嘛，对不对？欣赏一下，你看。手套出现了，好像没有什么好看的。阿布，哈哈哈哈哈！哎，难得后面那只拍那么可爱的眼睛在干嘛？哎呀！对不对？你看后面那只笑得多么开心，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好像是玛丽露丽，而且这边是没有 Q 过，哎、欸，这边那时候在回姐姐讯息，对不对？那时候讲了回姐姐讯息，然后往前走。啊，前面你看前面没宝可梦吗？哎，入学典礼，可他把我的手拍的跟什么一样？改个分类哈，对，要存档，哎，要存档，哎。要存档的游戏耶，哎，等一下哦，忘了今天我生日，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多久没开了？四天了。办有点倦怠、欸，有点倦怠、欸。啊，你们不睡吗？几点半了？喝水。回复呢？
看看哦。样样请我吃饭，样样快点，乞丐想吃饭。你要吃什么？一般遭遇，因为那个大量发生的普龙弟弟，好像真的感觉不会有一趴的。因为我看一大堆人都是在那个地灵区抓到的，或是生出来的。最强甲贺忍蛙，你最好是最强。主播早哎、欸，啊你处理完了没啊？回信有够慢，哎，而且你竟然是用 FB 敲我，竟然不是用 LINE 敲我，那你跟安妮就只有 DC， 没有其他的那个，哎，总是蹦蹦，我没有你的 LINE 啊，哎，哎，好像是哎、欸。还要放什么豆腐跟盐巴，还是豆腐跟醋？抓到没加，没事没事没事，那就不要加吧。但今天加了安妮的 LINE， 你不是说你不会给除了我以外的男人 LINE 吗？是不是？难怪你要贴绿色帽子的兔子给我。到了，可是姐姐是女人，我姐姐是女人，我姐姐不会给其他人赖啊，我叫姐姐是女人。然后放什么啊？番茄超扯，还说头像是他本人到，本来不想加我的，不要加。应该没差吧？我没差。坏啦，你要放什么？放豆腐吗？好久没吃了哦，豆腐。你忘了要放哪？我刚刚就开始问了，啊，你一直不理我。没事啦，反正错做错再重开就好。来 games。来 games。
追加资料 ，OK。那番茄会说：“我就是怕你会爱上我。”有发现，只要是请被请的人放都会卡、欸。我那时候就请别人吃饭，我放超顺。他越学在那边嘴我说什么？那、啊、你老人家手就很抖啊。旁边豆腐是认真的吗？认真的啊。谢谢样样。所以新季节是干嘛的啊？什么新季节是干嘛的？你是说光遇吗？光遇新季节是干嘛的？我不知道，你怎么会问我？这种资讯不是你们比我还懂？我不知道。无人机太难过了吧？东西，你说单人是不是？不会啦，你就不要拼啊，你就慢慢走过去啊。哦，共享空间哦，你要把一个风铃放在他面前，主要是那个风铃啊。我是不该回头的，突然看到粉红色的话，哎，要哭欸。你是不是没有我就不行了？哎呀，他们假鬼假怪啊你！安妮说喜欢听这边的声音。你不要讲，姐姐会开心。你在想什么嘞？我们在想让姐姐开心的画面。不要问，姐姐会开心。然后他那时候说到粉色通关的时候，应该要限制他不能用仙子一步才对。爱人犬的，可恶，没有他吼不过的，顶多再吼第二下。那种事情我跟番茄来示范就好了。你在想啥？这样姐姐会伤心。姐，你不要说出会让姐姐伤心的事情好不好？为什么会伤心嘞？跟番茄会被欺负啊。
欸，红裤子，你那好小哦，你好小哦，又你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先把你抓回家研究。战斗，蘑菇包子。啊！丢错球，北西，还抓到！我哎，土龙弟弟真的太狠了，舍身冲撞又蛮干。这土龙弟弟疯了吧？蛮干完之后舍身冲撞，超恐怖哎！对啊，红裤子是消费你啊，可是安妮觉得说是消费他、啊。别、别、24分钟，12:10。侦查部分有办法打两枪。欸，望月，你狙击枪解完了哦？他不知道打四星难度的1到4章吗？你那个打完了哦？哪把狙击步枪啊？还狙击怎么枪的？他解锁条件是要打那个呢，四星难度吧？我不知道是四星还是五星难度啊。他说要1到4章全部破、啊。他文本都解跟鬼一样。最高的吗？不是不是不是，最左边的，左下的。文本很难解吗？我想说关台后去摸摸看。哎、欸，土龙弟弟怎么都那么小只，想抓哎、欸。就他有一个左边左下的一个是介绍，好像等级2的枪，他是说要完成高难度的。你要陪我吗？你还没破、喔？你不是说你全部解锁了？哦，你说练的。欸，文本的枪是哪一把？应该说你现在游玩时速多少？先进战斗步枪。你现在是都不刷色尾了，是不是？在刷色尾的僵尸吗？那你知道杀死僵尸经验加一，打爆头经验加3吗？直发弹夹那个，哦哦哦哦，那把很好用哎。你知道，所以你有刷到色尾僵尸吗？
米安安，时速快100吧，我不知道，我怎么这么干？为何还没100？看我多少？哇，我才42小时哎、欸，天哪、啊！这太不像我的吧风格了，我还没100。嗯，啊，我本来昨天是要玩一款游戏啦，不是那款，放前阵子很多图奇实况主在玩，但是后面就感觉已经退烧了。很像 POE 的啦，也是刷宝游戏，叫那个火炬之光。这位僵尸你遇到跟我讲一下、欸，会被打死、欸。然后 NPC 准的跟什么一样，他没有防呆会死。遇到设为之前来不及存档，要先把队友射死。完蛋 ，low 也凉凉，找不到继承账号 ，low 我应该就不会再玩，应该99%吧。就算安妮找我玩，我也不会玩，啊。其实那时候 AR 玩得很开心，可是连 AR 那时候也有争议，就是认真磨人在跟我讲，而且那时候还在开台的时候、欸，我说：“哎、欸，我最后一次开咯，是在……哎、欸，也没有最后一次啊，就是在波比整形之后，还有玩一下之后就没玩。哎、欸，可是后面波比有出造型，我是不是要开上去嘛？”当时为了买那个，那叫什么？要水晶的那个紫色水晶的，我氪了快10000块，才凑满那个水晶拿去买波。结果买完之后，剩下的全部抽一抽，他不是10个换一个造型吗？我抽一抽已经8个了，哎，我要气死！艾克斯，对，不是啊，这叫有爱好不好？今天莫伊拉出了一个安妮超喜欢的，好不好？这限定造型，信不信安妮也会买？喜欢、有爱，又是限定，我就不信这三个条件安妮不会想要买。最近有全英雄任务哎、欸，我知道啊，可是我真的还好了。世界赛那些还是会看啊，但有些角色技能是什么？我也都知道、欸，所以之前回锅的时候跟幽离子在打，他那边介绍说什么乌龟的技能有变啊，哦我知道啊，什么他会弹出去啊那个东西，然后说哎、欸、你怎么知道？说我还是有看的、啊。全全变成喜欢的样子，对啊，又不是像子木之木，氪一大堆钱，结果经营不到半年就倒了，哎好难过、喔。还有双人骑，我是在等他之前前几年有推出一款像 LO 的那种，也是类似 Diablo 视角的，就是他也是俯视角，然后打怪的那一种。所以我真的是比较喜欢打宝啦，就是像泪魂，它是那种打技术的嘛，东西是固定的，你想要这东西，你就去打，
他一定会打赢，一定会给你这种的啊，靠自己努力跟靠运气这种，懂吗？一个刷出来成就感，另外一个刷出来也是成就感，但是一个是会把自己气死，啊，另外一个是啊没出好，下一次再刷，至少你刷得过，拿不拿得到是看，啊，就是你打他打不赢。对不对？啊，你刷完之后就没有再刷它的必要了。可是我又对那个什么，后面要出一个叫那个啊卧龙，我又对他很想，我又很想玩那一款卧龙，就是那个啊，也是类魂游戏啊。主要可能是因为艾尔登已经出一阵子，所以大家都知道怎么玩，我玩起来会压力比较大，比较大。耶，有没有设为要播你影片的？你干嘛？我差点摔下去，我差点跳死。是哦，往后冲，他冲到这边的时候，差点掉下去嘛，他一定叫的啊。对，不让学姐姐叫吗？对，欸，因为我有认识几个比较熟的女 V 嘛，啊，西罗雅啦。那就在他的台聊，就聊聊聊聊到一些比较好笑的话题之后，你这样子我要去跟安妮打小报告哦。我说话你怎么提到他？我说不好意思，怎么聊着聊着你突然提到安妮？啊、好像在别的台都不能讲话一样。哦，繁星，你这样子我要去跟安妮说。打你的小报告哦！我哈，你总算提到他。不是你之前玩游戏都不会这样叫啊？你玩那个魔物嘛，然后玩红鬼都不会这样叫。啊，你是玩打僵尸游戏才会。你有病哦，嗯！你是不是讲了什么坏话？不是啦，是他们聊天是在起哄，然后就可能是聊到什么，他们是那时候好像是聊到性癖的东西吧。然后我只是讲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跟着起哄，起哄起哄起到后面就说：“哎，繁星，你这样子我要跟安妮说。”可是那时候讲什么我真的忘记了。是他们聊天室在那边闹，跟西罗雅在那边闹，闹到后面才这样讲。然后再来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叫麻衣，然后他就说：“哎，繁星，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没有啊，好久没看你了，来看看。”我说：“是吗？你最近不是在看安妮吗？”我说：“我靠，你怎么也知道？”哇，完了，跟姐姐太好了，大家都在偷看台，你看都不打招呼，偷看台。我昨天把耳聋讲的过程给你要吗？哦，好啊。请问是打字的文？哎，那个文档到底是什么？去地图上捡东西就好了。哎，不然我当个萌新进去，你们带我打。我不会雷，我不会死，我快死，我可以扎自己真隐形，好不好？你太天真了。啊，还行吧，欸，没设为安妮。你要体验看看吗？我想，欸，没有玩过。
欸，后来我练枪都是用困难的僵尸草，然后就是尽量撑到五波嘛，五波死掉之后你还有五个蓝币可以拿，你撑到第五波然后死掉之后还有蓝币可以拿。可是刷一波真的太久了，我真的好累哦。你乖乖跟我们打每周好了，欸，我每周打过了，不好意思。我跟你讲，医疗兵真的很强，好不好？电脑死光什么的，你就扎自己针，赶快躲起来。真假困难欸，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我用医疗打过的，真的啦，你们去练医疗兵啦，能隐形五秒，而且身上可以带四发，然后打死一只特殊感染者 ，CD 20秒，欸，30秒，你懂吗？开局会有一个那个嘛中箭，然后你知道开局杀了一只之后，你等于是身上会有两个中箭，然后就会扎针，然后去摸那个补给包，那就有四个。那关你断线啊，连回去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一次每周就还好啊，因为这次每周是那个100秒给那个一个中箭嘛。哦，没有。不能怪我，主播传染给我的，谁？你是说安妮哦？单打打到快赢，好啦，等一下我来玩。等一下缺一耶，安妮番茄要不要打？结果我打过的，让你们两个打。哎、欸，姐姐你在忙什么？你可以撕我吗？啊，对啦对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叫那个谁麻衣说姐，都说姐。在干，然后说姐，然后说哎呀，你最近被安妮调教的很听话嘛？我说什么东西？不是，是他一直硬要听，又改不了口了，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改叫神了，有没有？哎、欸，神，你找安妮吧，我要睡了。哦，那我找安妮睡觉。安妮，我们来睡觉。不是啊，他搞不好在忙啊。我想说先问嘛。如果他要玩的话，我们来玩；如果他要忙的话，就开给他声音听。等你实力完，先带你拿文档，好啊。哦，我实力好像完了，哎，看一下啊，剩7分钟，零，完了，是不是月雪的三明治的料比较好吃？可是我还有啊，19分钟。啊，你也在刷色尾？你在刷什么啊？果然我跟姐姐贴贴。我刚讲完姐姐就断线了。等一下，为什么姐姐断线？你们在玩什么？哈，你刚刚问我。忙啥？刚被耳聋说完网路断，我就断线了。哎、欸，耳聋，你要不要负责？你在刷冷蛙用的啊？哎、欸，你刷什么啊？哪一只？该不会是海兔兽吧？姐姐，啊姐姐，你等一下要刷吗？来去睡了，繁星晚安，小牛晚安。
你还在工作，好吧？哎、欸，安妮，你要听我认真的讲一句话，很认真、很认真的那一种，你从来没听过的、喔，好不好？虽然不是告白啦，但是很认真的一句话。啊，希望讲完这句话有色尾，好不好？安妮，工作加油！没事。你知道有时候我这样子跟他讲话，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你滚开！他是叫我滚开。你知道我就这样的声音跟他讲话，你跟我讲说你滚开。我突然反组了。怎么猴子哪一句啊？你说笑吗？他没叫我滚呢、欸。我跟你讲，这是他害羞的表现，表示他爱听，有吗？跟你讲哦、喔，今天一个女生叫你滚，叫你走，有没有？叫你离开他，不要理他啊，都是讲假的，懂吗？女生就是傲娇。今天你越缠着他，他其实是越开心，对不对？跟男生不一样，番茄走开，对吧、啊？番茄怎么了吗？番茄走，嗨，你好，喜欢番茄，我是喜欢吃番茄啦，但是这个整天要跟我牵手冒爱心的番茄有点奇怪了。这也说不上喜欢呢、欸，懂吗？我比较懂女生啊，男生我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加一个妹子的赖，既然要说，可是我不想加哎、欸，赖是我的本人照片、欸，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啦。能加安妮大大的好友，你知道那时候我会加安妮好友，是因为那个赖不能传一些照片，他就很奇怪，他的判定有时候他就说被挡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跟安妮说，哎、欸，完了、欸，DC 在搞我、欸，不能传照片，我就问他说，那我可以加你赖吗？他竟然毫不保留的说啊可以啊，我说哇真的假的，然后就加了他的 LINE。 番茄比较爱我，所以我叫他滚，对不对？他一直黏着我，那代表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对不对？他就喜欢打自己然后挨很大声给我听。他就喜欢在那边打自己屁股，然后爱很大声叫给我，我才会说你走开哦、喔。我们干嘛这样？我们感情不好了吗？第一个反应是你有赖哦、喔，哎呦，不好意思哎、欸，赖 ，FB 是老人在用的，赖还不知道吗？至少他不是说你要加我小红书吗？还是我可以加你抖音啊？啊，我今天还是又看到那个了啦。哎、欸，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聊那个吗？那个铁达尼号。等一下这个实力跑完，我去找那铁达尼号的影片给你。难怪姐姐这么喜欢看你们一起玩。
没有哎，姐姐比较喜欢跟我玩。不对，姐姐的笑容只有我能带给她。看看她把我送出去，死掉后她笑得多快乐。啊，你们送出去死掉都说啊，望月宝贝，那么鹅龙宝贝这样子。啊，我死掉嘞！啊，你怎么死了？要说哎、欸，笑得很开心。我想说，哎。人家水属性啊，我的剑子草有草属性在，他不要，他给我太进化变成飞行属性之后，他被那个拍死。我想说，姐姐原本有草属性哎、欸、哎、欸、要讲哎、欸，就望月，我们抬头结义的，你要相信我。不是，他那时候，那哎我死掉，他笑得最开心，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时候那个什么仙子一步是那个队伍里面最后的后盾，你知道吗？当仙子一步倒了之后，就其实差不多整队要凉掉了，所以其实仙子一步是不能死的。你再想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对不对？有吧，有吧，有吧。打文档会很久吗？我不知道哎、欸。对啊，他拜我第一个送，不是他知道我太脆弱了，我是要细心呵护的宝贝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送给他，不是我那只，我给他的剑子草是所有里面最好的、欸，而且还有称号的、欸，最好有称号的。结果啊，结果怎么就不见了？怎么就这样不见了？看一下、喔，在这里。这个好像是观众给的吧？想说观众给的，我就没有给。你看，路易西跟月月嘛，这个是因为那时候观众交换百变怪给的、啊，然后这两只才是我的。你看。其实都你看速度不怎么样，而且剑子草它的特那个优点就是速度有够快的啊，所以我就把我最爱的那只剑子草给了安妮啊，因为它周围是绿的，啊你没有看它粉队拓荒是不是？你知道那时候它是憋到了进化后才拿出来的吗？他、啊、给他就说好啊，你看繁星这个人就是喜欢绿色啊，你看给我绿色。我说你再想一下欸，他进化后的粉是很好看的粉欸。而且我那时候有千交代万交代他说，安妮，我这只超级怕人，虽然也很怕人，但是我最怕的是人。就他把我送去兵器道馆，啪一下死掉了。我还强调他很多次，我怕冷，我怕冷，我怕冷。后来想想，不对耶，我也怕热耶，但是我最怕冷。你看哦、喔，飞行弱冰，草也弱冰，所以我是四倍怕冰。一个兵力打完，我直接死掉。我还跟他交代过很多次了。然后再来是，我也怕石头，我也怕尖锐物。坚实攻击，他想说，繁星出去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啊，但是我怕坚实攻击，一出去啊，那个棉花防守，坚实攻击啊，死掉了。不过还好啦，还是爱的姐姐的好不好？对不对？这个呱呱叫可达鸭啊，这呱呱训练家叫可达鸭。然后那时候有人跟我说，繁星缺鬼师吗？我就说问多了、欸。繁星是人家送的、啊，只是一只兔子。
你都把要害，不是坚实攻击本来就命中要害有加成啊，啊剑子草又怕石头啊，对不对？那时候放地震的时候可以派我出来啊，挡一下地震之后马上换另外一只出来啊，啊我们拼突突头盔嘛，对啊，击中要害无视防守啊，哎没办法啊，我很努力想要硬给姐姐看。你看棉花防守其实两阶真的很硬嘛，你知道啊，防御加六，可是尖锐物太尖了，防不了。哎，存档存档存档，要害4%在你身上40%，所以才会说那时候珍珠钻石就很白痴啊。每个道馆都那边火焰牙、冰豆牙、雷电牙跟坚实攻击，你有发现对不对？后面打道馆，他不是二周目都可以打那个吗？道馆馆主，他每个都在那边坚实攻击、坚实攻击的，不知道干嘛，烦死了。每个都会火焰拳，然后火焰牙。好啦，我去刷一下每日关给你看。关。没有啊，我们不是要打吗？来啊，来啊，来啊！哎呀，关错，关错，关错！我改个分类啊！玻璃 ，WW 力，WOORLDW， 有个不。啊，有个东西我要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哦，我刚刚不是说要找那个给你们听吗？啊，会不会有版权呢？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来来来来来，给你们看给你们看。有吧有吧，声音好。他吹得很像。有吧有吧有吧。有没有？那小啦，我那时候就说，哎、欸，我那时候不是跟安妮还有番茄说吗？我说，哎、欸，那时候我就有听到那个吹萨克斯风的在吹的安妮哈，他吹的是什么？哎、欸，我那时候都有讲啊，我还贴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哎、欸。姐姐好像有讲过，好了好了，刚刚有日本，我有日本，加嘎布，我还以为是吹直笛，结果是破音版，哦不是啦，那个还好。哦，文本要刷日本，哦哦哦，懂了懂了，等一下哦，我画面卡住了哦，等一下，不是我不切画面，是画面卡住了，啊，我的皮要关掉对不对？会卡，啊，再见了皮，大家跟皮说拜拜。游戏啊，这是我现在的蓝币，我快可以买了，但是还好久。
使用邀请码队伍。308很，上次跟阿宁玩我才226，哎，26多而已，很慢的啦。你一只角色练到满30等，你看一下，这样我等于是一只角色练了两次钻石啊。嗯，16。我最近在刷枪，所以没有在练等级。等级练好之后就知道了。等一下哦，制定。你看啊，我现在练的枪啊，等级一的几乎都练好了啦，除了自动手枪，然后这些，哎、欸，刷到很累、欸。哦，看到没有？哎，过了过了过了，好爽！等一下哦，选择专业医疗，怎么好扯？这作业感太重了啊！哎、欸，我都不知道我在跟什么怪物玩游戏。你是说望月怪物还是我是怪物？慢慢走哦，有文件的地方我会停顿一下，自己记一下位置。好、啊，不行啊，下次我姐姐番茄打的时候，你还是要进来。嗯，哒啦啦，哒啦哒啦，被指名了，笑死。这肯定的吧，姐姐需要你，你不让姐姐失望不是吗？你从不让姐姐失望的呢，姐姐要什么你就给她什么。对对，我只能带给姐姐笑容跟惊喜。对不对？你有病哦！All passengers, return to your cabins immediately. Lock your doors and remain inside until. 等一下，我要吃饼干，你等我一下哦。All military personnel, report to cargo bay one. They're on board. Not possible. They checked everybody.但他不是说慢慢走。Look at this。你问这个网络上攻略有吧？开关有几个文本，要捡九个。好。射他！射他！这僵尸会开门。一关三张，27个。一场一个，什么意思？所以都是在这甲板上吗？请问刚文本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吗？而且要过关，所以我们开场拿到要过关。哦，随机哦，啊！你真的是很无聊哎、欸，哎，文本都剪完。望月说谢谢，不是我救的。We've been directed to the cargo deck. Thank you. We've got it from here. C4, do you read me?
We read you. We are seeing infected. A lot of them. We don't know how the infection entered the ship, but we must get it under control. How can we help? We're coming from the cargo deck. Try to get down there and. 我觉得无人机很吵，那个吱吱声。Get up. Let's go.而且每日才有文本，所以要刷。每日才有文本。所以一天只能刷三个。然后你说要用那个时间旅人。我最近都会这样卡欸，好烦哦。欸，我炸，快跑！我满的。所以一天就三个文本而已嘛。See ya!
你有答案再回答我就好。And none of them. This ship is overcrowded. The boarding was rushed. Why are you arguing? It happened. It happened. How doesn't matter right now. Eyes open for a lurker. Oh, 怎么会卡？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这关不就是安妮被蛮牛抓起来打的那关吗？干嘛？要我拿、哦？我满了，我练满了，我练满了。不要拿了，你又说我危险。这次换弹的地方总是在这里，烦。
is paid off. Stay on there. We're pushing them back. I've got eyes on an infector. Loading fresh ammo. Hang on. We are coming to help.Hold still. You'll be okay. You're good. Let's move. Focus fire on the sequence.可以拿无人机跟随拿什么我拿什么 We have regained control of the ship and commenced a final sweep. Please stay in your cabins until we give the all clear. Clear. 我刚刚是说所以正常情况一天是只有一天只有三个样本文本然后打九次可以拿完啊啊你们刚刚不是说要那个吗当那个时空旅人不要退出就不会换地图。哦，哦，哦，听不懂。如果你要东京，就要，所以意思是要打日本的文本，还有枪，这个意思吗？文本拿完就好了，哪一把？你说叫什么？浮托？不是，仙境。你说这一把、喔？雪莉晚安。再讲一次，这把是要怎样？只能啊你们有你们刚刚想说打日本是只能打日本的关卡东京的关卡吗日本的三个小章节嘿啊但是他只能透过每日拿是不是每日才有日本的小章节哦没日本最简单一个小章节拿九个文件哦哦哦好懂了懂了懂了他说：“你们还要刷吗？不刷的话没关系啊。要刷完吗？我是可以啦。
我问一下安妮要不要吃什么，就很枯燥，对吧？差不多吧。其实那款游戏，当时这个游戏就是后面没人玩，就是因为没内容了啊。好，没有。Stay close. We're checking it out. We don't know yet. Stay where you are. They're here. Stay close, hide them. Stay in your cabin. Some of the passengers are still in their rooms. Thank you. We've got it from here.Rescue leader, what happened? We don't know how the infection entered the ship, but we must get it under control. What can we do? We're coming from the cargo deck. Try to get out there and clear it off. Going now. Get together. Then we leave. Nice. Let's get out. Rescue leader, report. Cargo bays are being overrun. Take over the military when you get there. Be rot and rotted.Hurry! Kimiko! A lot better than nothing. All together? Here we go. Moving pressure! Shots! Get those gates closed! Seal the room!不转弯啦！哦、然后安妮，信号弹的话是，就是你信号的地方，僵尸会跑过去，去摸那个光，然后会爆炸。信号弹这样子用的，还蛮白痴的。Through the ship as quickly. Government,
真的不能打天叫救护，不行啊！我那时候在刷枪，想说，哎、欸，好像没看过信号枪的熟练度，又整场用信号枪打完之后，信号枪真的是没有熟练度，哎，我觉得很可爱，你就随便乱射，然后他们就会跑过去追那个光。One of them is high. Got the lurker! I'm reloading! A little pick-me-up. Take a look! Bring them on! This ship was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Every precaution was taken. Well, it appears that wasn't enough.We've sealed all of the same procedures as everyone else. This ship is overpowered. The boarding was rushed. Why are you arguing? It happened. It happened. How doesn't matter. Yes, sir. We'll set defenses. If it shoots, I'll take it. A gun is a gun. I can make this work.Holy shit! Stand your ground! Racking them up!有新活动，什么新活动？哎呀，咔咔咔咔咔！你说，你如果说灰月姬复刻，那我还好啊。
白痴，扎到自己了。然后你进去累积合牌，达到一定的点数后，对外活动活动的好友互相帮助累积合牌。分解表情寻觅卷，好、哦。没装备真的蛮刺激的，行吧。你知道每次打特感的时候，我说：“哎，可恶，我没有尾刀到，装备没有加一，好亏，好亏。”好啊，一级卡冰箱。那困难可以啊，可以过的话就困难了、啊。毫无防备，你要确定呢？困难是会多了很多特感。只是打文本，你要那么累吗？等下输了怎么办？We don't know. Please stay in your room. They're here. Hider nearby.
Reloading! I've got a heavy weapon. Advancing to next cabin. Moving to next room. We've been directed to the cargo deck. Thank you. We've got it from here. Thank you.困难真的会死？你在警告我吗？通我前面的都是你们欸，我都想慢慢走，你们都幸福的往前冲欸。Spotted a stalker up ahead. They're coming through. No! We got a bomb. Bring him on. Friendly fire. Cut the stalker. Drop the bomb. Reload. Only one gate closed. Look for another tunnel. Should be ready for me. Reloading. Stay away from the gas. Bring him on.我死不了。Rescue leader, we've sealed off the cargo bay. JSTF are locking down the ship to funnel infected toward their base and the rear deck. We're going to create a kill zone up there.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at this point. We'll be there. 真好玩，有姐姐在就好了，对不对？
哎，这姐姐的笑容、叫声、叫声。嗯，百姓真的有病。为什么要蹑手蹑脚？这很危险吗？Bring it down! Ship was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他吃你无人机，哈哈，把他身上了。The ship and none of them. This ship is overcrowded. The boarding was rushed. Why are you arguing? It happened. It happened. How doesn't matter right now. Team member down! Reloading!有没有补给包？有没有补给包？有没有补给包？怎么像红裤子 ？Keep your eyes peeled, something's up. They should be running for me. 掉下去要讲呢，不是呢？谁先倒的？倒下去要讲呢？没有想要找补给包，我刚想找。包，结果就住得下去了。嗯，搭自己一管之后，剩下一管把人家拉起来，哪知道拉起来的瞬间，另外一个倒下去。没有啊，之前刷那个六五
五星难度的一大堆蛮牛啊！我那时候刷着刷着，四只蛮牛冲过来。摆一下时间，你知道捕尸很重要。那你们知道当捕尸看到你们把装备包拿走的时候多绝望吗？你们知道？你们的武器比我还痛，我要围到最后一下，真的很难围。没事没事没事，捕尸会尽量省的，不用不用不用，尽量拿尽量拿，好不好？我会想办法。你知道坦克倒了，你又不是坦克，坦克就给我玩先锋哦。坦克给我好好玩先锋哦。我要想说装备包，你们想拿你们就先拿，我就想办法在人群中围到特感就好了。谁？肥肺大叔苍穹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守两边，所以我要丢蓝超。嗯，你丢啊！所以我有点这一招啊。我有点这招啊，哎、欸，还是我应该点这招，火力伤害25%，还是应该点这个，因为你的燃烧瓶应该是算火器伤害吧。那是机枪火器耶，好吧，那火焰伤害才是，是不是？那算了那算了啊，那就算了。那不是机枪跟迫击炮吗？啊，怎么了？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真的变先锋了，为什么？哎，重来吧重来吧重来吧，不是他真的很在搞耶，无奇不给你打字，哎，重来，重来，重来！完蛋了，突袭再搞。不会玩坦克的捕尸不是好捕？嗯，那个叫圣骑士好吗？那我去厕所。好的。分辨专业，标兵。哎、欸，那我也去聊聊。
走走走走走，他怎么还没开始？他说他图奇不能打字啊，刚刚九九九九九九。看来又不能打字了，哎呀，你打 YT 啊，我 YT 还是看得到，好可怜哦。原来静音了，白痴，你是不是这么不想听我讲话啊？姐姐，你边工作可以边跟我通话吗？姐姐在哪？没有啦，我们在远端对话。所以这边在打啥？刷文档吗？对啊。哎呦，有个内行的路。哈哈，有文档点大全，你们靠那个找哦。这个有一个人他已经收集完了，所以我在跟他走。这个这个啊，这个已经刷完了，所以再叫他带我们走。Take a look at this. All that traffic paid off. Cut them down. They're getting in through those gates. How do I kill them? They're coming through. No!
are in my world now. Cut them down. The gates are closed. Finish them off. Stop it. You are in my world now.Have gone too far. Doubt isn't going to help us. I'm sorry. Do not make noise.文档勒还没到吗？武士刀没啥用就是了。哎、欸、有，我用了几次发现真的没啥用。亏我辛辛苦苦解到了，哎。Procedures as every other ship, and none of them. Why are you arguing? What happened? How doesn't matter right now. Infect them down. Oh, I need to be more careful.我明了。Check it out. Firing! Stop that leaker! Take down the ball! All that stuff is paid off. What's your move?
你有漏吗？没有捡到啊。每一场一定会出一到三，哎，怎么会没有 ？Be alert, I see a hider. They don't see us. Stay quiet. Lurker down. I can work with this. 反正经验不重要，是吧？重来吗？不是你退掉就好了，为什么要炸？这之中一定夹载着私人恩怨。哎，这次竟然没有解开。等一下知道全部的点吗？光源你知道吗？好不好是每个地方都啊，目前只知道三个点，漏了好几个点。我们游玩时间没很长啦。安妮有没有？别误伤队友，您的队友不是刀枪不入。我记得以前文本以前就有了、欸。This will be fine. Found the keeper. Thanks. Stay in your cabin.
not make noise. 没事，漏了怪他。Look at this. Hider nearby. Get together. Rescue leader, we're almost there. Cargo base are being overrun. Take up with the military when you get there. Be rot and rotted. 我要被扑，我妈！我看到他的时候马上跑掉了、欸。这是我吧？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在哪？我、哦、这里有、哦，好。Be too late to contain this. Keep it together. We must try. You're right. I'm sorry. Move silently. Government said they can turn in 12 seconds. Stay away from the gas. Rescue leader, we are in the elevator to the atrium. Let's go. Be careful. We've already lost two teams in there. Chaos. Loading fresh ammo. Contact front. Take down that hazmat.
ice pit, something's off. Hider, nearby. Every precaution was taken. Well, it appears that wasn't enough. The crew followed the same procedures as every other ship, and none of them... Before they was running, why are you arguing? It happened. It happened. How doesn't matter right now. Rescue Team 4, here to help. We've sealed off the ship. Most of them are headed to this position. We will send an alarm to bring in the rest. Get the remaining defenses up and gather any equipment you can find. Some rock music would probably also do the trick. I see a big one! Oh, I missed it!啊，白痴哦，想中间标记，哎，气死！主播作息怎么了？没怎么了、啊，还好吧。在过国外时间，这作息很正常吧。
欸，小熊熊昨天有问我什么问题吗？我记得你昨天有问一个问题，我是晚点回答你。好像是在打村长的时候，你那时候问个问题。哎，这边有样本哦。Take a look. From the lower deck, rear flank.地上样本可以捡，加蓝地的。三张了，对吧、啊？对，第三张了，但还差六张的意思吗？还是李佳武？下次好了，两点了，对啊，下次啦，下次。休息吧，休息吧。啊，不知道那扣姐姐在干嘛？好啊，下次。好啊，好啊。看看，哦，认真在工作。就带狗狗出去打。啊！还有24场。哎。哎，对哦，在那面贴图过程。哎，还在哎、欸。好诶、欸、好诶、欸、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嗯，我切画面就是铁达尼号，笑死笑死我。没有，本来是想玩这一款，
但是有时候玩这一款还是干脆就去玩 POE 就算了。文档先进真的强，就是哎，游戏宿舍阿旺，等一下哦，没玩过，不用文档就很 bug。对啊，哎，不给我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是接不到啊，我体完可能想休息一阵，也叫你上线了，哎，这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之前在 EPIC 上面，那时候其实我的武器都弄好了，只是改成 Switch 不 Steam 之后，我那时候就在纠结，那我说哎，武器都要重弄哎，然后就好烦，因为太大吗？会。大声哦！我的怒火将席卷整个世界。等一下，你知道每次每个游戏音量大小都是调到1%或2%。我在钢铁洪流中领航。你这个可以找望月，他很喜欢练的。不不不不，这个是刷宝游戏。所以之后那个玩那个 Diablo 4的时候，我可能要买一阵子玩心。现在等24号的改版，哪一款啊？哎、欸，为什么没有结成功？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这款怪怪的。哦，游戏。欸，再不行我就没办法。接不到，哎、欸，好扯哦！这款不给人玩吗？进，这样嘞，没有。啊？这款好神奇哦，这款不能解。
繁星有人使用了名字，谁呀？繁星哦，等一下哦，我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变全萤幕。F 十二，哎，白痴！伟大的原初之火，让人类进入了最辉煌。哎，怎么拍照了？哦。散落各方。画面设置，全萤幕吗？1920帧。哎、欸，屏幕，看一下，那这样可不可以截到？还不行的话，我没办法了。那算了，那这款不要玩好了。游戏截取设定，好了，这款看来是没救了，我只好私下自己。醒来吧。我怎么关掉游戏？好，关掉。哎、欸，哎、欸，那我不知道玩什么了，完蛋了。麦块，不可能。等我一下呢。好啦，不然先这样好了。感谢大家，等下顺便弄个词。好啦，先这样吧，也不在。不过天气冷真的好懒，让人好懒。来放个音乐让你们去睡觉，然后去整理个东西。哎、欸，对耶，我的导片这样子了，哎，忘记了。来，看这个画面，我去找一下我刚拍的照片吧。对啊，这个画面。在被窝了，哎，到了目前，安处，甜甜话，香火重生。安处叫什么？河曼尔斯。安处一六。选安处。耳朵晚安，朋友晚安。好冷哦，冷到头好痛。怎么了？
问这个 loading CD 是什么意思？嗯，它好像可以再大吧？也可以。林姐姐说，以后看到喵啊虫子都会想到这一次。我在想啊，就是把这个嘛，那个不会生访客的火盆放到这边来，然后这边只留一块地，用滑鼠连点。然后这边全都放那个盆子，那个什么碗，然后钱就全部丢这边嘛，是吧？用连点，可是这样就很没意义了啊！好啦。那大家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